Hello，Hello，对大家好。，Hello，大家好，很快又一个礼拜我们又见面了啊、对，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 Irene Dan，在我旁边的呢就是 Lawrence，我的好搭档，SpiceC Media 的出品人。然后他人在美国，跟大家打个招呼。哦。Hello，Hello，hello. 好，我现在是报告一下时间，我这边已经是晚上哦，是你们昨天的晚上11点半。然后今天的天气哦，大概是摄氏度16吧。今天现在这个时间就16度，夏天吗？还是对，还没到夏天，是差不零？多要到夏天了，应该是春末了，对，春末了。OK，好，所以今天很开心呢。其实我们邀请到我们马来西亚的著名的小提琴家，他曾经呢受邀在各大型的那个颁奖典礼呢活动有做过嘉宾，当然他也获奖无数。然后呢，他喜欢给自己在每个阶段呢都有挑战，所以去年他就以那个华散拉琴，在那个大马纪录大全，就是 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呢，就缔造了一个纪录。所以在邀请他出来之前呢，我们就想呼吁大家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尤其是一定要分享给你喜欢音乐的家人啊，或者是你的朋友，对对还对有对，你，对，还有你的小孩也一起要收看，因为我小孩们的睡觉嘉了，宾，哦，因对为对，我你们，们那边没有，对，你们对那边对对。是下午，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嘉宾呢，他也是音乐学院的创办人，然后嗯。他也培养了自己的小孩在音乐方面的兴趣，所以如果你也想培养你自己的孩子在音乐方面的细胞的话，一定要拉他们一起收看。然后我们的 page link 呢，就会在我们下面的 comment，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把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给大家，然后把音乐的文化可以传扬出去。所以好吧。现在就请我们的小提琴女王 Jessica Lu 吕雪薇出场。OK，Hello，哦，好活力的出场对对哦！对对对，这个是经典的，这个是经典的，对对，对，这首听一音下 OK 乐吗？这个声音什么小提可以琴，可以，没问题，可以非常的清楚。对，很那我们活就力是的。看你跟大家介绍一下，say hello。哎，大家好，各位观众，我是 Jessica Lu，我是一名舞台小提琴艺人。那么，非常开心，大家呢今天来支持我来观看这一个 live。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把这一个 post 呢可以分享给更多喜爱音乐的人知道，让我们一起分享，一起分享大家的喜悦，音乐的magical。对，哇，今天真是一个很活力的也是出刚场。才，对对对，我知道你是什么，你是几岁开始接触小提琴和音乐的？没有，我想问一下，就是看你是，我记得好像你讲的是槟城人吧，对不对对，槟？OK，榔朗，槟因为城我人们槟城人是，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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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槟城榔，跟槟城榔 say hi 一下，这里应该有很多槟城榔。文化啊，对对，就如果要严格来讲，我多几岁接触音乐呢？其实如果要算回是我的中学的时候，我是有参加乐队的。那么哦，那这么时久了，我是一名鼓手，就打鼓的。嗯。然后，那时我热爱打鼓呢，会热爱，因为我上厕所，我都会拿着一对鼓棒呢进去厕所里面，就是会做大师，手呢也会在里面练习了，会热爱到那个程度。然后过后，毕业了过后，我就已经暂停一阵子，然后就遇到我的老师，所以严格来讲是22岁的时候呢，我才开始学习小提琴，才开始真正去认识什么是音乐了。哦，这么迟，一般都是从小就开始学，我是，是的，是的，是对的，所以其实，OK。我是很感恩呐、啊。
虽然我迟了，但是幸好我还来得及，就是我走回去以前的路，还是厉害厉害。对对对，所以你会比别人更努力嘛，对不对？哦，是需要，真的是需要，要时间，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站在台上演奏的那个感觉吗？台上跟台下的你有什么不一样？我第一次，其实我有两个第一次吧，我可以讲。第一次表演是我跟我老师的时候，那时我刚刚接触小提琴 ，I think 不到三个月吧。然后因为我老师他是很大胆的，然后那时我还记得那时是一个创作比赛，那么他们就有几个小提琴的 part， 那么他就安排我是最后一个，就是第三把小提琴。然后那时其实我知道我老师是把我的琴的声音是关掉。可以关得小到连观众都听不到声音的，那么他这样的做的目的其实是要让我要提拔我，给我机会上去舞台。对，那么因为这时候那一次过后呢，我很喜欢，这是很怕，因为你第一次嘛，然后自己心虚嘛，不会拉嘛，然后又很怕观众死了会不会听得到啊，所以又心虚，但是又紧张又兴奋，所以那一次过后呢，我就开始喜欢上舞台了，虽然还是很紧张。那么另外一个的第一次呢，就可以说是我是身为老师的身份的第一次吧，就是我带领我的学生他们去表演那个第一次，我还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一次的演出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因为那是真的是第一次，因为每次都是靠老师嘛，老师有在背景啊，我拉翘背景，老师可以帮我 cover。对对对。但是我变成我是老师，我要 cover 我的学生的。然后我还记得那时我很紧张，我一上台，其实我把我的谱全部忘到光了。我一上去我是惨了，我应该拉什么音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概这样子拉过去，哇！那时候一下台就马上收拾，就快点哦，我们走了吧，就是留下了一个这样的回忆给我自己。所以那时开始我就跟我自己讲，我说我不可以再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我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一定要把自己的那个心灵的那个练习啊做给他好，因为你一紧张你就会忘记嘛，不是你没有，有时不是因为你没有练。你这也紧张，那你上台你就忘到光了，那个心理的问题了。那时候是比赛还是表演？是表演来的，是一个商场的一个表演而已。OK， 这样还好。都已经十年前了，都已经十年前了。OK， 我听说你今天有准备了很多首歌，很多个曲子。对。那其实可以跟讲，刚才你问我一个，就是台上跟台下的我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大家不认，就是如果是认识以前认识我的话啦，现在你见到我，你可能你会认不出，哎，这个是贾西卡，因为以前的我 ，OK， 我们先不要讲外表，就讲内心，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内向的一个人，就是自信心哈是真的是 negative 的，我不敢跟人家讲话，我要跟人家讲，我会想很久，到底我要跟他讲什么，我会把自己做准备，我要跟他讲什么，我一定要讲好的，所以。自己的自信是非常的低的，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从来不会去顾自己的外表，所以就是很懒，就是整个就很邋遢，一条 T 恤、jeans、拖鞋，就啪啪啪啪出去外面这样子，然后过后之后上了舞台，就慢慢的改变自己的这个想这个思维啊，因为有时候打扮并不是说要把自己变得漂亮、变得美，而是你让自己可以比较有自信。比较就是可以去跟人家去沟通啊，可以把自己最好的呈现出来了。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台上跟台下最大的分别，还有就是我的现在讲话啊，自信心啊都慢慢的提高了。对对，如果这样子讲话，这样没有信心的话，这样是很恐怖。真的，因为我出去外面我不讲话的，就大家在一起我是不讲话的，因为每次我跟讲话，人家都会，可能我讲话很直啊。大家都觉得，你讲话好像有刺这样子，其实我们是没有心的，所以导致我很怕讲话，可能就在得罪人家，我就干脆不讲，就变得很内向了。不过你的气场很强，我今天有一个朋友就带我说，等下我要看那听那一个小提琴演奏，可是那一个小提琴家感觉气场很强，我说是啊，社会你一定要来听一听，我讲其实私底下的她是很温柔的女人来的。因为我跟他私底下有接触过，对，但是他在台上那一个形象就是很亮丽，风格就是很酷，就是要很表演的那一种，对，
台上的我跟台下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连我的家人啊他们都觉得说、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表演，那么我姐姐就来吉隆坡找我，就看到我去表演，她就说、我第一次看到你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才知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因为在台上跟台下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很多艺人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台上跟台下，就是你是呀，内心其实住着另外一个人，只是你不懂的，就是因为要某一个东西你 click 到你哈，他你才能够出来。嗯，是的，尤其是穿那种战袍啊，他们就讲说穿了那个战袍一上去过后，整个人就变高跟鞋吧，高跟鞋，穿上去就变装了。对，我们今天会鼓励让网友点一些歌，是网友可以欢迎就是点歌，然后如果 Jessica 会弹的话，他一定会弹给你们听。对，可以，没问题。你还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听一听音乐吧。我知道你今天准备了，我很想捉紧时间听。因为我准备的话现在就是童话，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那个童话。童话就是光良，我本来还想说、你等光良那个童话还是对光良的童话 okay, 我本来还想说、这样我应该很多人就猜到你大概什么年代的。因为我在想的这样拉了琴、可能接下来的每一首可能都我们先不讲那个歌名，你先拉、然后看他们猜得到了还是我们猜得到了。 okay, 猜得到应该猜得到，这样我们在下面、对可以，好，来，我们先来听一下。来，工作人员，帮我播一下。音乐大声一点。会唱的也是可以唱啊。演唱会。要脑麦啊。唱越怕干扰到你的那一个拉琴，有没有就是那个回忆会不会浮起你的脑海里面呀、对，其实我们想过童话可以是拉小提琴版的啊，其实什么歌都可以啦，其实什么歌，因为 jazz 啊classical 啊 even R&B 啊那些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只是说你看能不能把它呈现出来会比较浮，就是就看你这样子去呈现咯。Jessica， 刚我看到你后面的那个是 JITOYM， 就是是马来西亚结束青年，是2018年有，就是入围前三十强。对，30强，2018文化组30强，是这个是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啦，因为我知道说要参加这个十大杰出青年呢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我第一次参加就已经被入围三十强，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荣幸。我根本是意想不到的，哎，我那时我这样参加的那个感觉，只是说，哎，我要有一个经验，这样子去写他的那个案子啊，整个 process 是这样子，只是一个参与感，就是没有想过说，哎，哇，就是会到三十强，这个荣誉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对对，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荣耀来，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 JCI 的十大杰出青年呢，他是四十岁以下才可以的，所以可能一辈子你一过了那个四十岁你就没有机会，不管你多厉害你都没有机会，所以你应该还有几年可以努力。对，我真的是快马加鞭，因为剩几年了，我快马加鞭。对对对，这个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这个奖项跟一般的不太一样，这个是真的很有代表性的。对，预祝你成功，预祝你成功，我们祝福你。对对对，你一定会成功。对对，这个也是我的其中一个目标啦，就是给自己一个大个我要去 achieve 的一个东西。而且据我所知，你常常就是在每一个阶段你都会给自己有一个突破。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你就滑伞拉小提琴创了大满的纪录大全。我那个很恐怖，我那个。对对对，我想让你分享其中的那个过程和感想，然后最挑战的地方是什么，怎么去克服。但是呢，在你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 video 好不好？好，后台的小姐帮我们准备。没有音乐，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是吗？他是本来有声音还是没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等一下啊。是有声音的，可是 play 不到声音的。你用了多久的时间来做这一个，就是来去练习啊？应该讲这个在什么地方啊？这样关心不了哦。关心哦，直接的哦，没有练习的。哦，没有练习的，你直接哦。哦，没有，这个在哪里啊？这个？这个在那个什么？古巴鲁啊，古巴什么巴鲁忘记了。就在斯拉雪兰莪州里面，就他们那边是专门是给人家做滑伞的。哦 ，OK。也比什么忘记名字了。OK。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的过程还有你的感想。其实这个活动呢，在 reverse 回去，其实我不是要滑伞的，其实我第一个的感觉我是要在飞机跳下来的，就是我要配合国庆日。我开玩笑，那个要上国旗，就是下降，然后去那个姆达达姆瑞嘎那边，是要跟军方那边去洽谈，然后就谈了过后，我的就是做这个活动的，就是飞机的那个活动人，他们说好像很危险哦。他说我好像不大敢担保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说飞机跳下来，那还是不是多快嘛？说你根本是不可能拿着那个弓跟那个琴跳下来的。他说如果万一你的弓你一 lose 一放手就刺破那电脑伞，我们两个就是拜拜了的。那我就心想。是可以的嘞，因为我看过有人做过，就是 Australia 有一个人做过，我想他是可以的，但是他说哎呀不如这样子啦，我有一个方法啦，现在我有做滑伞，不如你去跳滑伞一下，看你是不是真的会怕位高嘛，因为滑伞才千多尺嘛，那么如果我是要飞机是20千尺，是这么高的。对，然后我就说OK 啊，就 try 吧。那没有人就说二十千尺你不怕，你怕滑伞吗？就好像去啊，我们就这两天我们就去了，就去，然后上去去山那边，然后我要跳之前呢，就是我做 live， 然后那时我的家人全部是不知道我做这一个东西的，我是吓死去了，老人家吓死去了。我直接讲我现在呢就要跳下去了啦，那么在五分钟你们还看不到我的话，那你们应该是要去报警啦，因为我不懂会发生什么事情，加上还在交代遗书的感觉这样子。然后 after 真的是很感动，就跳了五分钟，就五分钟后呢，我的后面的负责人呢，他真是很专业啦，就很平安的把我呢带下去，就是下面就这样子。那过程其实
没有那么害怕。其实我自己是有畏高症的，就是 slide 的畏高症，不是我去apartment 上去看下去，我的脚会抖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天我会那么的勇敢，就是一跳去，我根本是没有去想，我的想法就是我一定要做这个东西是对了，那么我就跳下去，一跳下去，然后就是开始拉琴，就是就有呼喊啊这样子，一紧张就啊喊一下来舒缓自己的感觉，喊一下，然后就整个心就已经啊 calm down， 就开始欣赏那边的环境啊，然后就下去了咯。这个我觉得还好嘛，如果是跳下来，那很恐怖。像我们真，你叫我跳，我是真的，我是不敢的、啊。而是像我 sister in law 就真的是不敢，因为他就不危险，他不做的，他是很敢跳的。我觉得不理。是说我你是笑了是吗？你是吃饱了没有东西做、哦、我的姐姐直接说你不要跟我神经病做这样东西啊，我的丈夫全部都是一直在后面认按摩，所以那天我去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跟他们讲，没通知他们的，说做了再打算的。你那一天拉的是哪一首曲子啊？啊，那天我是拉Beyond 的海阔天空。哦、oh, OK 啊，就是配合当天的那个感觉啦，就在天上嘛，就海阔天空咯。所以你当时你是有害怕的吗？会害怕吗？在就紧张啊，兴奋的心情会多过害怕，真的。因为我们要跳出去之前呢，是我们要等风的，因为我那个风只是那一刹那，你就很快的跑出去，不然那个伞它起不到嘛。所以其实我们站在那边等风啦，已经差不多等到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站在太阳底下哦，去那边等。等，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国旗，那个旗在那边摇嘛。如果那个风一来嘛，那个人说：“哎，拉力，而且要跑得很快。”然后那个东西又很重，因为他一直拉住你在后面嘛。我就拿着旗一直跑，他一直冲我，一直快点拉力，一直扳子，就整个人就跳下去了。所以人，我这边有一个很好奇的东西是。你们学这个小提琴会不会有一个经典的，好像比如说我讲乌克丽丽，就他们弹的时候就会想到浪花一朵朵那种东西，像这个小提琴会不会有什么歌是经典的，是你们一定会就想每个人一定要学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可以啦，有真的吗？可以的，但是我忘记准备，是有的啦，好像Meditation Ties 啊，那个每次周星驰你看到他很凄惨的时候，有白鸽，有那个豹子在那边飞呀，然后他就会弹一段那种很悲惨的，我不懂还记得吗？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拉了，差不多就这样子吧。哇，这个好像这个是好像黑白的电影刚刚的吧？这种有点一抢平的那种感觉的，这个真的是很悲惨，可是他这个悲惨已经变成搞笑的那种悲惨的感觉了，是。在你弹就是拉小提琴的这一个这样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了，你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就从你开始学会拉琴一直到现在，你有曾经难忘的是有很多很多啦，没有我可以讲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就是因为我们做舞台，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有时你去表演、去活动，有时他的观众就是同样一群的人，那么没有理由说他上次看到你这样子，这个是个又在这样子，就是没有给人一个新鲜。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些突破我自己了。那么有一次我还记得我在弹《Smooth Criminal》的时候，麦克就是那歌，我就自己跳了一段舞。就是我自己，就是在活动前的30分钟左右，我想我一定要做什么样子，我就看 YouTube， 直接学，直接在后面那边直接跳，戴帽子、戴眼镜，就跳，一学，然后上到台上的那一刻，我还在跟着，我到底要不要跳？然后我想死不啦，就直接跳这样子，然后跳出来了，就是观众都是一些朋友嘛，他们就给我一些 suggestion， 哎，那跳得不错哎，他说哎，但是你的脚可以踢高一点点啊，因为每个人的脚踢得很高的嘛，那我又拍谁啊，又踢矮这样子，又不高啊，好啊，他说哎，你要这样子踢，所以哎，我觉得哎都可以啊，就是不断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可以让自己踏出第一步啊，其实你是可以的。Michael Jackson 是哪一首歌可以拉小提琴啊？我真的很好奇啊，是很多啊，很多他的歌都可以弹的，是的，就是那首是嘛、okay. 那天我拉的是 Smoking 啦，因为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过门嘛，然后如果你站在那一首，
啊，就我在那边跳舞咯，哇，这照镜子啊，哎，就很瘾这样子啊，少的外套啊，短裙啊那种，其实都不会的，是乱乱来的。现在有准备到吗？有可以拉一下吗？就 OK 了，好吧，好，就看看我看我们的，我看我们的网啊，什么网民嘛，对不对？啊，网友应该要给 Jessica 一个鼓励，好吧？你应该放什么？应该放 JLJL 在下面的 Jessica Lu， 没有跳舞。我是看到有人还在跳舞。很快哦，这首。不是啊，我喜欢这首，喜欢吗？很不容易拉嘞，我觉得很快哦，对。哎、啊、，Jessica， 我有个问题，这样你们每次拉这样子的歌，拉一两首这样，你不要讲抒情那种慢慢的啦。如果是我看他们很用力那种，是不是很喘的、啊、这种会不会？会耶，每次我拉完琴哈，其实我都会忍着，去到后台我就咳嗽了，因为我们在要闭气，在这边就是那种动作啊，就是有些对对对对对，很干，所以我会忍着，就一到后台不了，我就哎，就磕到半死了的。而且我知道你们拉这个，你这边好像上次有敏感过，还是他的？是有一个干，就好像人家弹吉他还是什么，有一个茧。是啊，吉他也是会，你挨的是手还是什么地方是吧？对，但是我不顶住这个，因为我们要夹住那个琴嘛。然后摩擦这样子，然后不懂啊、嗯，我不懂其他人啊，是给我的话，嗯、我觉得很光荣的，因为，哎，就是会拉手提琴的看到，哇，你景象是有 mark 的哇、哦，你这个人，哇塞，你这个是好像很紧张了，就想当你的，有练习的，对，没啦，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自我安慰这样子吧啦，就是我很喜欢。这我朋友过去叫我，你不要去弄掉它，因为这样子好像人觉得你好像很这个生东西这样子啊。我说不是，这东西这是荣耀哎、欸，你跟他讲就好像这种三八八那样，三条线这样在绑头这样啊。就当做是你拉小提琴的一个 tattoo 嘛，对不对 ？Journey 啊，这是我的 Journey。哎，你可以谈谈一下你的音乐学院吗？因为在场应该有很多也是为人父母，他可能也是想培养他的孩子，就是在音乐这方面的。可能你可以谈谈一下，然后你成立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老人的孩子也是有学音乐，是好想听。对对对，因为我老婆叫我一定要问是什么，就是讲怎么样搞的那些小孩子哦，就是对音乐有兴趣啊，你知道吗？啊，这个是其实大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了。那么我会开成立这一个音乐学院，其实我都是跟着我老师的步伐，因为我跟你讲说，因为我是受到我老师的影响，然后我就跟着他的脚步嘛。然后就是因为我的老师在2011年的时候是因为癌症去世了，然后我就很想要 continue 他的那个 spirit，嗯，对，所以我就自己成立了一间音乐学院。那么那时其实是在我的住家的，就在家里面，就在那一种的。然后做了几年过后，因为人也比较多，然后我们还有小组练习，然后就很担心说车park在外面呢、啊，会影响到邻居。然后就是有一天我们就在那看到，哎，这一边要租，我们就说不如搬来这边，就establish 一个正式的一个音乐学院哦。然后那时我们的刚刚开始，我们也不懂说，就是纯粹做音乐学院而去做咯。
但是一路来我们就一直改良，一直改良，一直把自己的思维去改变，一直问自己到底我们做这个音乐学院的目的是什么，是纯粹真的是要赚钱吗，还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的思维，然后看到学生的那种问题，好像说啊 Lauren 讲的到底怎样子才能够让孩子一直 keep 住那个 interest。 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方式，所以我们自己就有很多的那个小组练习都是免费的，我们都是免费去栽培他们，因为我们相信说学生只是来上课回家考试，这个是很 boring 的一个 journey、给孩子一个很坏的一个感觉，音乐就是考试，音乐就是文凭，就根本没有 enjoy 的。所以我们就过后我们就开始把音乐学院呢变成一个performing arts 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我们每次都有主办很多很多的音乐演奏会，因为我们现在 MCO 的好，我们都把了线下的那个演奏会搬到线上来，就是我们大家都在 Zoom 里面，就是你演奏啊我们就按拍手啊这样子。因为我们相信说音乐是一定要不断的 explore 你自己，把你自己 show 出来给人家看。好像我就是以前是很内向的，就因为音乐而改变了我自己的这整个人，所以我希望呢我这个方法能够帮助更多其他像我这种类似的学生，比较内向的还是什么，帮他们 build up 他们的那个 confidence 啊。所以这些都是要 through performance 来去给他们的。所以我们不会理说学生一定要很厉害了过后你才去表演，没有，我们你去了三个月我们就来去表演了。这个倒是的，因为一般的你知道我们传统的家庭里面都是你知道从小就是学钢琴啦，哇 standard 的每个一样的学，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人家隔壁家学你就要学，对不对？每个人就学，其实你不知道，其实音乐里面像刚刚听你讲，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东西会你知道会培养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自信啊这些啊，在舞台表演的这些啊，然后什么 discipline 啊这些，我觉得是挺好的。这个不只是说为了那个什么去学了什么那个文凭啊去学，其实你以前我们在想回去我们当初学音乐的，我其实我去过雅马哈学那个吉他学三个月，那时候是中学，你知道当初我们学的时候我们是想说要靠雷的嘛，对不对？然后去到那边你知道那个雅马哈老师我很清楚记得他的脸，知道吗？来来去去就是你知道 classical 是很boring 的，真的是在那边等等等等等，一等三个月了，他还没有教我那些流行歌呢，我已经没打喊了。我跟他讲是，我不能的，我觉得我回去自己学哈，我还可以学一两首什么了，对不对？对，因为现在的方向已经是不一样了，你不能够说一直用以前的方法来放在现在的时候。因为我对很多家长的 inquiry 他们都会告诉我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他们以前小的时候他们老这样对他们就是考试考试考试，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完全是反传统的，我们是要表演演出，不管是多大多小都好，就是我们要让你演出就对了。那么考试只是一个 objective， 你一定要考的，你也不可以不考，因为你考你才有一个 target 嘛。所以我们不会穿插古典流行的让我们去喜欢音乐。他们好像比如说刚才他们比如说一些人他们喜欢 dance monkey， 你给他拉拉拉他就觉得很开心，他就可以拉给妈妈爸爸看，然后亲戚结婚他又可以去表演，所以他就很开心了嘛，他就会很喜欢音乐了。Jessica， 能不能你有准备了一些好像是在蛮流行的 pop music 还是一些真的你讲了一个什么 dance 啊，可能你可以拉一下。可以啊，可以，因为我也是想对，我们来听一下，让很多小朋友也知道是其实小提琴是很好玩的，就是很多朋友。那么我先不讲什么歌了哈，我们就卖个关子。对，我们来查一下。哎呀，这首。
cool. 我不懂他的歌名，可是我也不懂，我听过这首歌。人家抖音在玩，这是什么啊？哦 ，Dance Monkey， 有人发是啊？不是不是。哦、oh, ，OK， 对对对，啊，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个版本呐、啊，就是啊、因为你一直跟着 original 也是会人味嘛，所以我们就有点转换他的那个拉法，所以就有点 surprise 哦。嗯，你，那你也讲说小提琴几岁开始学最好？啊，其实我觉得五到七岁之间开始是最好的，因为太小的话。就比较难，因为他们的进度，因为小提琴是属于音乐里面最难的一个乐器来的。嗯，因为你要姿势，你要站着，你要夹琴，你要那些扶车，全部都是很困难的。对，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女儿好像是七岁还是八岁，我忘记她老妈，她老妈就放她去跟一个老师学，那老师是 Russian 来的，好像是还是什么？哦。你知道吗？去了几个月呢，他都是跟他讲说，你就是这个 button， 你知道吗？后来他飞到他回来讲说，每天去都在拿着桌布在那边讲，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也不懂他在做什么，就他觉得哇，怎么还没有开始呢？因为他想象中也是跟我们一样，应该是马上就进入那个，不是他好像扎马步这样，你知道吗？在那边讲，哇，那个是基础功啦，这个基本功，对，就是一些老师觉得说，哎，把那个基本功打好的话，哦，你改次要上头就会很快乐，很顺哦。这个是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法啦，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对你的基本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希望说，基本功里面我们再加一些娱乐的元素给你，就是你会拉一些歌，你明明你可以拉很简单的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可以纠正你的 posture。那么他也是很开心啊，他可以拉，然后又可以纠正他不是 ，at least 他到最后是可以拉到一首歌的，这样。SpiceC哥有到过那个感化院教导，对不对？可以谈谈这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一个任务吗？这个其实我要很感恩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我在想到底我要去哪里能够回馈社会，我想到底我要去孤儿院还是去哪里比较适合把我的这个我的这个知识可以传授给他们。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本身是22岁才开始学小提琴嘛，那么我就觉得说，哎，感化院这一个青少年，其实很少人都会想说要去帮助他们，而且青少年是刚好符合我的年龄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嘛。那么有一次我就跟了一些朋友就去那边去探访，然后我顺便做自己的 sharing。然后当我一做完我的 sharing 过后呢，他们就给我一些 feedback， 就说那些青少年真的是非常的 impressed， 是看到我。就是我给了他们的希望啊，他看到我原来我这个年龄我还有机会去改变的，不会因为我到了这个年龄我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给他们很大的一个希望。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愿意付出，我就说我就是每个星期四我都会下去马六甲，因为好的岗位在马六甲嘛，就去那边去教琴，就是每天早上7-8点我就驾车下去，然后教了4个小时我就再回来这样子。然后每次回的时候呢，都看到他们那种眼神啊，就是很不舍得你啦，就是哎，他们要回的时候又给我等到大些结果这样子。然后你来的时候他们很开心，因为我有时没有去，有时很忙我就 cancel 嘛。然后有时你去的时候他们就很期待看到你来啊，然后就他们又很害羞，就不敢跟你太过 close 了，他们就很害羞，就是看到是他们眼神嘛，是很期待你来，很渴望，对。对对，然后他们想，哎，今天我又可以学什么歌曲呀？然后我就会特地挑一些他们比较熟悉的，迈克尔·杰克逊啊，他们都很熟悉的嘛。然后，of course 不会太难度的。其实我跟他们，我教他们几个月过后哦，我就已经带他们去表演了。他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就是在就是马六甲的那个是他们的这个leader 他们前面去表演的，那个他们的感觉是多么的开心呀！这个满足感啊，我觉得是金钱啊，还是奖项啊，是买不到的，这是功德无量的。对，我驾车去的时候真的是很累的，我就会想，哎呀，好累啊，好累啊，去的好累啊。但是回来的时候，我又这样想起他们的笑容，他们的满足感，他们眼神啊，你就哇，你说这趟子太值得了，就是回来那感觉。像他们里面全部学也是学小提琴还是学什么？他其实里面有很多人的，然后我的小提琴班他们是挑选的。哦、oh, okay. 大概30个，他品行会比较好的啦。
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自己想要学的，他们自己报名的。嗯 ，OK，OK， 哦 ，very good。嗯，那么你对于同样喜欢音乐或者小提琴的朋友，可能在现场的网友啊，还是他的小孩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就鼓励还是？我觉得学音乐啦，就是一个字啦，就是不要急啦。因为我有就是一些 experience， 就是一些学生，他们就是越少一个 level 过后啊，他们就开始有点自满，还是他们有很多的表演，因为我知道他们去表演嘛，他们开始觉得自满，他们觉得哇，我自己很厉害了，我是很厉害了，还是他们考试考到 distinction， 我很厉害了，这些功劳是属于我的啊，他们就开始会去不听老师讲的话，会有太多自己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不要急的，因为音乐哦，真的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你考到 distinction， 还是你去表演过几百场的音乐，就代表你是一定的 level， 因为音乐的范围真的太阔了。因为我到现在我这个时候，我也不觉得说我自己很厉害，我还是一直很虚心的去向人家去学习，向我的前辈去学习，因为我会一直去询问人家，哎，这个到底要这样子啦？我会去上 YouTube， 我会去学习，去看人家这样子啦，去改变自己，一直要进展的，因为不能够急的，它是一个属于一个 practical 的东西啊，好像你炒菜，你也不能够炒一次就变得很厉害炒，你要时间。去 practice 咯，所以不要急咯，然后不要急。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么轻易的放弃，因为音乐，尤其是小提琴，是属于很难的一个东西，因为你要练习，慢慢放种子，慢慢栽，然后它才能够成长的。所以如果你到了一阵子说你遇到有困难，你说哇，这个 part 好难哦，我不拉了，我不拉，我不学了，妈咪，我不学了，太难了。那么你真的是永远没有这个机会了。或者是你长大了，你才说，哎，我很后悔了，以前我小时候我学到一年我就放弃了。所以你不要去这么轻易的放弃，因为你的心里面可能住着另外一个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要把它慢慢的拨开，那个种子慢慢拨开，那么就会一个新的你出来了。这样子吧。Okay. 好了，这个时候可以再听一首歌吗？一首曲子，因为我知道你有准备了一些，对不对？对对对，还是回去我们的年代的歌吧。OK， 对对，我看线上的全部是这种年代的嘛，你放心。线上有很多、啊。线上我们线上的哦，都是差不多这个年代的哦。我已经看到几个我的朋友就是这个年代。这首歌其实我就是特别准备给今天的，这个我从来没有拉过，是我昨天就上网去找。还是你们听听看。你很幸运，因为线上哦，我在这样子看哦，有加拿大的朋友，有泰国的朋友，还有我这边美国哦，晚上还不要睡觉啊，还他们就啊，现在12点多了，他们还不睡觉啊。然后还有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朋友，很多、啊。还有台湾的朋友。还有台湾朋友。我会来的时候收情的啦，所以他们可以去欣赏。对。好，来，一千啊，哎呦，这我大概知道什么。断了。
千年以后，一千年以后。哇，我在想一直这样可以啊，会不会受伤了的？可以啊。受伤啊，如果不对的姿势就会受伤，因为你本来是 relaxed 的。Oh, 我其实有一次就是说就是拉琴时候那个姿势，就他们就说我的左手就太过这个了，我必须推出去外面多一点点，然后我就太过用力，我就直接 scratch 过去，所以导致我的肩膀的这个筋哦，其实受伤了，已经受伤了很久很久，所以那时每次我一拉到这一边，我的这边就会很痛，所以是需要时间去休息了，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他每一个姿势都是很 relaxed 的，就是你不要去强逼自己去做那个姿势，因为是不对的，是很 relaxed 的。OK， 你的儿子也是有拉小提琴，对不对？你是如何你当初是怎样去培养你的孩子？拉他也喜欢，还是因为受你影响？他自己本身就喜欢，因为他从小就已经是一直跟我们出去表演了的，因为。一个孩子嘛，那么带出去一定要带他去，所以他就看到别人那种，他自己也是很喜欢，所以小小的时候他还不会拉小提琴的时候，他就拿那个鼓咯，就是percussion， 他在那边 shake 啊 shake 啊 shake 啊跳舞跳舞这样子，因为我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的去跟他上课还是什么，他都是跟着我们去小组去表演，他就一直跟着我们，然后他自己去练而已啦。因为是本身的孩子都很难要很 active 的一对一跟他上课嘛，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很辛苦。这都是真的，对，这个都是真的，因为自己的小孩难教吗？对，因为他我对他要求很高嘛，对，然后我最后就说，哎，不如这样子，让他自己自由的发挥，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就来问我。好像最近他自己就开始喜欢要去做自己的 cover， 然后 post 上 YouTube 这样子。我说好啊，你 just go ahead， 就做你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去。做不对的事情就好了，这些有意义你喜欢的就去做，所以我就给他自己自由的发挥了。嗯，对，你有没有就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说你在拉琴这条音乐路上？其实我是有，因为老实讲，一个音乐大家的感觉就是说音乐必须要从小学起的，而我很想打破这个传统，就是我想让大家知道，其实音乐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年龄，因为你50岁、60、70岁，你只要有那个心、那个 heart， 想要学音乐，一首歌都好，你都是可以的，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其实的终极目标，其实我是想要把音乐的这个文化，可以提倡给就是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知道，音乐是不分年龄的，只要你有心，你去突破它。你就可以完成这一个你的梦想，可能是你的梦想，或者是改变你的一生的一个 tools 来的，这个是我是想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啦。因为你的名言，你有一句话就是说，音乐是就不分年龄，也不分什么阶段，也不分任何的界限那样子。不管你是种族、男女、老少，不管你是什么，甚至是没有分的，你是人类。你只是你有那个 heart， 那个 heart 是最重要的。你有那个 heart， 你不要给自己太多 reason。你想要你就进来报名，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你不要想我可以吗？我那个钱还那个业绩很贵吗？那个不用问的，不需要问的。你有那个 heart， 你都会把它一一的克服掉的。很多人是因为年龄啊，好像我这样想学是想要年龄，就是觉得手硬了啊，对不对？对，或者说就是给自己的一个 reason 啊，你自己给自己一个你给自己一个 reason 去退搭，因为你想，但是其实你不想，你说你给自己一个 reason 啊，我不能的啦，我不能的，我想的是我不能的，还是那个动机啊，对不对？那个出发点你是要学来干嘛啦，对不对？那个动力啊，有没有动力啊？有。我有很多学生，他们那个动机是说，他们想要拉给他男朋友听，他男朋友生日，还是他男朋友拉给他女朋友，他去求婚，他们的动力就很强。混了。对，我一定要写这首歌啊！我要拉给我男朋友听，我要拉给女朋友听，那么他们就很情愿在那边求婚。哇，也会有这样的人去找你们学，这样就是讲，可能就学那个两三个月，这样就准备那个可能那一首歌，有一个动机去学。哇，这个不错哦。3个月就是给他，这个不错哦。所以我们不会说我们不会说，哎，你的手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这样没有了，就是来，就是叫你这样，只是一些基本你会了之后，哎，我们就走了，就给你一些这样。他只要可以求婚成功就可以了。对呀、啊，
他可以拉出那一个歌出来给他的女朋友还是男朋友听，这个是最重点的嘛。他那里会去 care 说你小对不对呀、啊？你有没有拉太低呀、啊？所以那个想法是我们偶尔要转一下，不要这么执着说音乐一定要 A B C D 啦，就是直接去 Z 也是可以的。对对，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觉得说学音乐我要学到多少级这样子，然后就会拍趴。其实后来我觉得学音乐其实你只要享受就可以了，就陶冶自己的心情。好，我要去跟你学学。可是小提这个小提琴会不会一拉的时候隔壁家就全不行了、啊？会不会？啊，刚刚开始是会啦，是会的，因为你还不会捉他的那个力度，就像杀猪的每一点都呦呦我够啊，因为你不会 control 那个力度嘛，跟他那个速度，所以他就会那个气你拉扯他不 balance 嘛，就会这样声音哦。其实现在都有那个消音器啊，你就把它放在那边、你就把他的声音整个是降 70%50% 都可以的，所以你都可以拉。不然的话，你可以去投资一架电子琴哦。电子琴你就把放耳风放在耳朵，所以你就听不到声音了的啊，所以都可以克服的，所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们有时候问题是可以问我，一定帮你解答，总之你一定来学就对了。对，我觉得刚才你讲那个小孩子那个，就让他们多一点，好像 got band 这样子哦，就一直有表演啊，好像就有一个方向的，有一个目标这样，哇，大家一起出去，然后又好玩啊，这样我觉得是最快的这个东西。哦、他们就会、keep 住那个热度、哦、好像我们在 MCO 做那个线上的演奏会，其实我那时我也是想说到底能不能，我也不知道、哦、我说我们做了现在打算、啊、就做了过后、其实我得到很多的 feedback， 就是家长会有 text 我说谢谢你做这一个活动、哦、我的孩子很开心，就是他们在家都有一个目标、哦、他会想说、在线上拉、哦、那感觉不懂怎样子的啦，会有很多问题啊。是他一完成了这一个东西，他们就有那个满足感，所以接下去我们还是会一直在筹备这一个线上的活动的，就是让我的学生可以一直不断的去 explore 他们自己啦。我知道今天 Jessica 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准备，就是他会跟他的儿子合奏一曲、对不对？是呀、yeah, 因为对，然后我也特别选了这一首歌，因为马来西亚爱国嘛、所以我就特地选了这一首歌。也是我们年代的啦，我们年代的国的啊、爱国歌啦。他等一下他会慢一点进来，因为他要帮我播音乐一下。你按了就可以进来了。原来一直在帮你播的是你的儿子。好奇两个人拉都是拉什么主音吗？还是说一个会有一个 bass 还是怎么样？其实是可以安排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拉主音。OK 好，我在想、在结束之前你还有想弹的曲子吗？你今天准备不是弹，是拉、我只能讲弹。还有想要拉的曲子吗？在结束之前maybe 可以拉多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吧，就现在蛮红的一首歌曲吧。我就不讲什么歌啦，我看他们应该会听到吧。猜看。OK 啦。现在流行很多曲子，我是不懂的歌名。
不懂有人猜得到吗？我知道你有跟我讲过那个抬棺材的歌是，这四个黑人抬棺材那个，我就很震撼这个。他其实本来的名字叫 Astronomia， 他不是抬棺材的，就是人家把那个音乐放下去那边，所以大家的音色就觉得哎，这个是棺材歌，然后其实都很好听一下啦，对吧？很有节奏感。嗯对对对对，很震撼这个东西，我是第一次我听到这么近，你知道吗？那个小提琴，一般小提琴都是在舞台上面，然后我们坐在很后面的嘛。对，我第一次这么靠近。马来西亚，你在美国？对，很靠近。我觉得我就在模拟的前面。好吧，今天哇，时间过得很快哦。对啊，一个小时，对，没错，是不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谢谢我们的嘉宾 Jessica Lu， 然后今天为我们对对对谢谢他的演奏，然后大家一定要去他的脸书的专页去按赞，然后密切的留意他的音乐活动，所以我们下面会有一个 link， 所以谢谢 Jessica， 我们谢谢有机会到美国来，对对，因为今天你不错，我今天还有英国的朋友在线上，哦。对，有空要到美国，就去美国去看。对对对，欢迎。对，有问猜中有奖嘛？好，所以今天也是要谢谢我们的抗衰老专家拉比尔，就是冻龄霜的冠名赞助，还有谢谢内容与传播策略伙伴的 Wiser， 然后请大家到这个他们的脸书的专页去支持点赞。嗯，所以下面就会有我们拉比尔的 Wiser 的 Page Link， 你们可以去点赞。嗯，然后在最后呢，我要做一个下期的嘉宾的预告，下个礼拜，嗯，对，这一位嘉宾呢，他也是个台湾人，他嫁来了马来西亚，然后当了演员，也当了两个小孩的母亲，然后平时他就很爱好烹饪，所以他的烹饪呢，美食就有结合了马来西亚和台湾的美食的文化，然后现在呢，他人刚好在台湾的娘家，因为他在三月的时候就回去，然后刚好我们 MCO， 所以他现在还在台湾，所以下个星期我们就会三地连线，就是老人在美国，我在马来西亚，他在台湾，然后他呢，嗯，其实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演员 Mandy Chan 陈思颖，所以下一期他会带我们到台湾去为我们示范，有一种就是他们当地呢很有代表性的那个腌制调料的那个过程，以及他会烹饪出一个美味的料理，他会跟他的家人一起哦，所以敬请留守我们的 SpiceC Media，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应该跟大家讲一下 Mandy Chan，Mandy Chan 是应该有一出戏嘛，对不对？就是你头家嘛，哦，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哦，对，你头家嘛，对不对？那个杨艳艳金马影后的那个杨艳艳哈，跟他一起演出的这个，对对对，她，是里面的一个大女儿嘛，对不对？对，大小姐。对对对。那个十多年前的人是。所以下个星期大家就请继续留守我们 SpiceC Media， 拜拜。对，好，明下个礼拜见，拜拜。拜。